邱浩儀將會成為我哋優視集團嘅 CEO。我正式宣布，由今日起，邱浩儀将会成为我哋邱氏集团嘅 CEO。而 Brian 咧就会调去酒店业务部担任总监一职。浩儀，有冇啲咩想同大家讲啊？首先我要多谢一个人，因为他我才可以回来优视出任 CEO 这个位置，也因为他我才有今天。这个人就是我爷爷，因为爷爷对我的期望和信任，我才可以在我最艰难和孤独的时候没有放弃，到继续咬紧牙关向前行。当然我也要多谢 Brian 你，在我不在这里段时候肩负起集团 CEO 这个重任。不过接下来我想你都会很不得闲的了，因为我会全力推动创意都会成这个大型地产项目，所以公司的酒店业务靠你了。我在这里向大家和我爷爷许下承诺，接下来这段日子我会尽我全力带领优视踏上新的里程碑。OK， 跟住落嚟，我有一个新嘅任命，就是我哋法务部将会增设总监一职。邱子桐将会成为我哋法务部嘅总监。知道啊，仲有以后你做嘢有咩问题，随时揾我啊。嗯，知道。爹哋啊，有样嘢我想搞清楚先嘅。你要我入嚟优视，系咪想我帮你监视住 Charlotte 啊？哇，点解咁谂啊？吓，我哋一间嚟嘅，因为今次啊，我哋嘅创意都会成系一个重点项目嚟嘅，吸取咗上次我哋赌场项目嘅教训，我唔想再有咩差错。所以唯有我亲生女嚟帮手咯，冇谂咁多，好好地做，有咩问题揾爹哋得。嗯，知道。咁冇乜事嘅话，我翻出去先啦。OK。爹哋啊，你摆埋 Lowell 入嚟优视。应该不只想身边多个自己人咯。啱啱先俾阿浩儿将军抽句，唔快啲督只马过河，唔通坐喺度俾人目光猪咩？